咋的了我的？是卡了，我的歌也没了。怎么刚刚没网了呢？发现啥呀？哦，说到那，发现后边的你们都没听到啊！我说那天去逛超市，发现有卖乌龟的，我就说怎么还吃小乌龟呢？然后发现他挂的那个牌子上面真的就写着小乌龟，10元一只。怎么还吃小乌龟呀、啊？你们，他超市里挂的牌子写着小乌龟。不行，巴西龟吃人，不是，是超市里卖什么鱼啊、什么螃蟹的水产的地方卖小乌龟，买回去养的，为啥要在超市的那水产里边卖？不是，肯定不是养的。不是，甲鱼是大的那种吗？是壳，它那长得就是个小乌龟，就是平常我们养的那种小乌龟，好像。天呐，好残忍，怎么能吃小乌龟呢？太可怕了！是魔鬼吗？啊，是养的吗？那他为什么要在那些可以用来吃的那些地方卖呢？一般卖小乌龟不就在什么卖花啊、花鸟鱼虫这样的地方吗？而且是普通的超，就很普通的超市里面，他可能，我以前养乌龟还给他。买那种小鱼儿呢，有腮红吗？那乌龟不知道。我之前去那个花鸟鱼虫市场，跟我爹去花鸟鱼虫市场，发现有卖那种乳鼠小的吗？哎，怎么又卡了？好了吗？好了。继续说，之前那个我去那个花鸟鱼虫市场，发现有那个乳鼠，你们知道吗？就粉粉那种小老鼠的是，然后我去的十里河，然后那是用来喂蛇的吗？咦？我用的不是 4G 呀、啊，我用的是无线啊。我要再讲一遍吗？好了吗？现在？那我不说发现了。哎，我不说那个乳鼠了，不重要。管它是不是喂河的，不是不是，是不是喂蛇的？对，我去了十里河。哦，不是，是潘家园。哎，反正就那边吧。反正那个老鼠就很恶心，就特别粉一窝，对，就一站地的事儿。所以老鼠好吃，我哪知道？你问问蛇，问问蛇，老鼠好吃吗？然后发现还有卖貂的，不是人吃的，好像是喂蛇的。花鸟鱼虫市场里怎么能有卖人吃的东西呢？不是貂，不是那个貂，是貂，貂蛹那个貂。
不是弯弓射大雕的雕，是雕蛹的雕。谁熬过鹰啊？我特别想知道熬鹰的人得有多有意志力，他眼睛不难受吗？我也只熬过夜，没熬过鹰。以前我们大学门口有一个老头儿，一个爷爷就熬鹰，不是熬鹰，他是养鹰，反正他每天带着它遛。熬鹰就是你养鹰的话，好像就是你得让它，你跟它对着看，就是眼儿对眼儿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呢，什么时候它败下阵来，它就听你的了。反正以前我们学校门口有养鹰的，但如果是吗？熬鹰是非法的。哦，天哪，我们不说这种违法的事情。对。谁先睡谁输。我为什么叫李想？那你得问问我干妈。我的封面可是我，怎么能惊悚呢？内蒙人都熬鹰，那得让徐三回熬鹰。为什么不问亲妈？因为这名字是干妈给我起的。封面 B612 啊，因为我妈觉得我干妈命好，所以她让我干妈给我起了个名。我七夕在的，在的。我有两个干妈呢。我干妈可能就给我起过名，还要给，他儿子是不是他起的，我不知道。你亲妈，你名是后妈起的吗？我也发现没怎么走心，我这个名字。名儿自己起的真厉害，我发现好像基本上都不是爸妈给起的。我没有小名儿，英文名可以自己起，我没有英文名儿，不打算走向国际。啊，窝窝是谁？不认识，不知道。Apple 还不娜娜呢。Mary Lisa，哦不，Lisa，哦天，哦我怎么提到这个名字？哦天。我叫 Lily Mary，我叫 Tony，李 think 可还行，名字真洋气。哇，你这名字叫啥？Stephanie 是吗？对，Tony 老师的 Tony，Tony 老师不办卡，不强制办卡，一切随缘。对呀、啊，李导可以给你 Tony
掏你理，我叫掏你理，可以给你剃头，不能理发，只能剃头，来了只能剃秃，不办卡。刘海长长了，打算去找托尼老师剪一剪。你们下回来看公演的时候，我带个那个推子，谁想剃的，我都给你们剃了啊。嚯，你这名字够长的啊！大家洗了头再来啊。握手会剃头，我们也不握手了，不聊天了，就剃头。我得考虑一下剃多少张卷剃一次。我到时候得考虑一下，我只能送剪和吹，但是我送不了洗。我能拿湿纸巾给你擦擦。这样吧，我们先不交卷，先剃多少，最后看时间我们交卷，行不行？有想推集体秃头，开心。哦，对，我们那个咖啡厅旁边是有个水池子，阿姨涮墩布的。你们要真的想洗也行，用阿姨涮墩布的水给你涮涮。不，我良心都过得去，没有过不去的。也给你们可以推花纹，哎，你们告诉我 ID，我给你们推花纹，把你们 ID 给你们剃出来，剃你们脑袋上。或者你们可以想推集体研究一个什么标志，我来给你们剃啊。不行，剃想推太难剃了。笔画太多，我不能开理发店，我怕抢他们生意。哎，我怕抢了其他那些托尼老师的生意。这样，我把你们的后边头发都剃了，然后贴你脑门上。对，头上剃字得多交卷儿。不会跳公演的特技老师不是好反应是？怎么都吃麦当劳了？你们贴 我也想吃大董。我想吃那个，哎，又忘那店叫啥了？前门那店叫啥？不是四季民福，还有一个什么烤鸭店来着？
我把那个麦当劳的优惠那个都截图了。哦，对，利群，对，这利群还挺好吃。大董吃不起，太贵。不是那个抽的利群。利群烤鸭呀，是利群呀，没说错呀。利群就只有套餐。工体那个大董真的太贵了。我就吃过一次，我感觉被骗了。太贵了。哎呦，我再播10分钟，12点我要关了，睡觉，困了，算是吃个鸡再睡。因为今天还没吃鸡，不吃不吃了，睡觉了，太困了。不，3点不起来了。不了不了，今天不吃鸡了。吃鸡吃多了晕。怎么还约鸡呢？你们怎么？哎呦，还有这项目？你们，哎，一晚8000，哇，什么这么贵？对，打游戏是真的头晕。我现在看外边的楼房，我都觉得，哇，是不是有人？还有 AK 呢？还有 M16 和 M4，对，听到脚步声我都害怕。现在，它不是出了个新模式吗？就只有脚步声，但地图上不显示，是吧？什么床下有人？什么鬼？QQUB 是啥呀？哇塞，谢谢兄弟了。我碰到过黑夜模式，晚上我就基本躲在一个屋子里不动，因为真的看不见。咋还蹦迪呢？你们都？自己跟家蹦蹦得了，戴着耳机。
家里有广场，哎，我这财神爷真不错，我以后就用这财神爷。家里还能蹦迪，真是羡慕。你家有广场啊？能打猎，能射箭吗？养生低，就是广，哎不，广场舞都比现在广场舞挺累的呢，我跟你讲。能套马吗？能套圈儿，提电驴。我想起老刘了，老刘太搞笑，太可爱了。我喜欢家刘建国。你们就这么搞笑吗？一环是中南海吗？哇，你家真厉害，跟中南海蹦迪，哇，家里什么关系？真厉害，什么关系？44路走的是二环吧？44路是二环绕一圈。因为我们贫穷小巷，就坐公交车，从不打车，地铁都坐不起。我还知道特二呢，哎，特二还是特十二？朝阳门那是特二还是特十二？现在用不了学生公交卡了，想念2毛钱坐公交车的日子。对，特十二。买不起电动车，我也坐过晚上的夜一，全都是那个，不，晚上夜一巨挤，都没座，都没地儿站，都是那个代驾，提着他们的小电动车。夜一的第一，前两班人巨多。你们白天坐一路，大一路特别特别的热闹，你知道吧？都是去天安门的。而且都是爷爷奶奶们，我不知道他们大中午坐一路要去哪儿。
我当然会骑自行车。我还不会开车。哎，你们坐过跨子吗？我还真坐过。以前我爸一发小就开那个，我那风在上面兜的，可大风了。真的，坐那兜里风巨大。我只会开那个车，开幼儿园的车。不会开车，没有驾照。那你骑过，那你比较厉害。吃鸡里面是不是有那个？兜儿就坐不下，说明你该减肥啊。哦不，还有1分钟，我也要下了，拜拜，再见了，同志们。12点，得睡了。说的我口干舌燥的，不说了，走了，拜拜。再见，再见，拜拜，再见，啊朋友再见，啊朋友再见，啊朋友再见吧，再见吧，再见吧。